说那我回家拿个外套借你，然后我上去拿就不得了，他就是我一进我家，本来正转过身要拿外套，他就抓住我想亲我，而且他的手他不是扶后面哦，扶哪里？他是环抱，他是扶在我的公狗腰上，公狗，你公狗是这样子吗？他这样子，对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央。今天你有个机会，可以邀请他们单独去看电影，你想选择谁？应该会选孟轩，孟轩吧？为什么呢？你感觉看起来比较乖了。哦，所以那个简拉娜很坏。也不错呀。哦，你喜欢孟轩。不错，那你会跟他去看电影吗？如果是两个人都会喜欢的电影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那并不表示说你对他有意思。不会啊，看鬼片就看自己的，为什么要抱男生？就是害怕、那是一定要的。没有，尤其是你知道会点一个小爆米花，然后这时候就一起伸手进去拿那个爆米花，然后你手就不小心碰到那大概两秒，这样很怎样？怀孕了太久了，两个小时一样哎，这样。你是飞我们车的老婆，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是一个很普通事情，怎么在你心中就这么色情？对啊，这样不好。因为他现在飞了我们已经冲到脑门了，你把好多小事放好大，一人都一桌了，小心了。你们都不会这么觉得吗？我都不会这么觉得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还好。哦，好吧。他那个脸不是白，他是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透出来的，都在油哎。你去跟人家单独看电影，但是男的。啊，想法不单纯。对啊，就是有一次看电影玩出来，然后过马路，他就牵我的手，想说牵一下就算了，可是他就牵着不放，牵着不放。你是穿这样吗？你有把他甩开吗？你有把他手甩开啊？你有把他手甩开？吓到马上甩开啊！是哦。对啊。甩开他应该就知道。对啊，没局。没局了吗？那现在你为什么要找他看电影？就可能就是刚好很想看这片而已，然后可能朋友都看过了。只是找个人陪而已。对，就是不喜欢一个人看电影。那他为什么要牵手嘞？他牵男的牵他，过马路就牵你的手，然后过马路就不放了。对，然后一直往后的路走，然后拖的。那你还好，不是害怕了嗨咖，嗨咖一牵他可能就出来了。太扯了啦！嗨咖看完电影就说：“哎，我累了。”这个案情不单纯哦。哦，我这个我们正常在，你们以为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你们刹车的时候，女生会怎么样？啊，你是说摩托车？摩托车，摩托车，明显。Motorcycle， 拍卡，你那个是雷残。哎，没刹车的时候会这样往前？谁会啊？你骑什么车？女生。你那个已经是还好，我那个是另外一个，是我刹车，他腿还会。夹紧了，会夹你大屁股的两侧，他会直接就怕摔倒，跌倒啊，而且他的手他不是扶后面哦，扶哪里？他是环抱，他是扶在我的公狗腰上，公狗，你公狗是这样子吗？他这样子，对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央。这里是这里，对不对？还是他刹车这样子？你刹车，刹车。你干嘛？不是不是，手刹车顺便拉起来，而且他是要扶不扶的，就是他是先这样子稍微叼住你的衣服，当然，但是你只要觉得有点加快，他反而就是有点就会这样抠你的腰，这很正常，那根本就在挑逗啊，那个这样抠，不会有要抠的，谁会这样？你是花多少钱让他载你？没有没有，他就是叫我顺路载他，而且他的腿体温之高，哇，要表示他就是想嘛，他已经开始。隔成一条牛仔裤哦，排卵期，对，他一夹，整个热度透进来，然后后来他下车之后，我那个坐垫都湿了，拖地，还要拖地吗？你再讲啊，有点潮潮，真的，我讲潮潮，真的，对，汗水。你们骑摩托车骑两天啊，应该会潮，可能是坐垫烫。你知道你刚刚讲那个什么热源一传过来？对啊，哇塞，邱文是这样。过瘾什么？对不对？有鬼！我觉得就是那个女的，就是受不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有鬼啊！这个一定有，应该是对你有好感了，应该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霍轩，你觉得不是？就只是把你当成工具人而已啊！哇，是骑车，他刚好没外套，然后他就我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刚好没外套，然后他就穿很少，他就一直跟我说我好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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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怎样，我快感冒了，叭叭叭叭。然后我那时候是好心想说，那我回家拿个外套借你，然后我上去拿就不得了，他就
就是我一进我家，本来正转过身要拿外套，他就抓住我想亲我。已经进到屋里了。对，他就这样，然后我那时候当然就翻脸了，然后就后来就不愉快。他的声音就变了，你就唱什么？他看你有被人家就是真正活人邀请你去，活人有真的有去，就是可能晚上可能吃宵夜，我因为我前阵子去可能别的县市表演，然后就刚好认识那个县市的女生，然后刚好那就顺便去吃，我们就在约附近的吃宵夜吃一吃，他就没有地方可以吃，那就来我们家一起吃好了，然后就去他家吃，吃了没了，我以为他是想要吃点别的啊。没有，他就是想要吃宵夜而已啊。就你们两个人，就我们两个就在家吃。当天吃食材是什么？就是一些正常的咸水鸡啊、卤味啊，就这种。可是我觉得女生应该要知道说这个行为是蛮暗示性蛮强的吧？如果是女生自己一个人住的话，对，因为我们男生是很容易失控的。我说老实，是你。男生容易误会，不会失控。现在目前看过去，脸上泛出不自然白色，只有你。马贤，有人愿意去他家吗？有啊，去干什么？喝东西啊，聊天，吃东西。那你会觉得兴奋吗？看，你觉得正常？我觉得正常啊。那现在八位，哪一位邀请去他家，你会特别兴奋？特别兴奋，那个孟轩或拉拉。拉拉为什么呢？就兴奋，感觉他蛮会煮，就是喜欢吃单纯的，会料理啊，感觉会料理。你会料理吗？会煮一些简单的食材，哦，就是蛋壳啊，谁吃蛋壳？充虚哦，谁吃那些东西？鲑鱼炖饭啊，然后或者香菇鸡之类的，炖饭蛮厉害的，香菇鸡很强啊，蛮厉害的。那真正想追求，你会想追求哪一位？孟轩吧。哇，吃定你了，孟轩，孟轩你是单身吗？真的假的？是不是啊？是个笑声，对啊。请问你什么星座的？处女座。你什么星座？有一狮子啊。狮子不合。还真不合嘞。对，你会在乎这个对老人吗？老人。我要怎么回答？个性合比较重要。那你觉得他个性合吗？他喜欢他。那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呢。哦，那看着顺眼吗？人模人样，可以的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可以 ，OK 了，可以。唯一被人家约到家里，你我操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头发都竖起来了，没有那么夸张。但是那次事情是，他要去房间整理他的，因为他准备搬家，然后他整理东西，然后他就想说还要点时间，叫我上去等他。OK 啊，上去之后当然就会很紧张嘛。紧张什么呢？就觉得他自己表现不好。对，不是这个啦，不是，对，但是。因为他实在整理太久，所以我后来在他沙发睡着了。啊！怎么了？什么？你在兴奋什么？你刚刚这个也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反应而已。啊！他听到沙发睡着，他动没掉。结果后来醒来之后，裤子怎么拉一半呢？没有，正常。但是这个后来真的有都变成我女朋友。那交往之后，他就有问我说那天为什么没有对他怎么了？哇塞！所以他在里面等试探你之类的，所以他就觉得我，因为这个事件，我就觉得说你单独邀男生去家里一定有事啊。如果说邀他去家里，有可能是暗示他的方法之一嘛？当然啦，不然还独处了耶？对啊，完全都不会哦。那你叫我们去你家干嘛？对啊，抓蟑螂。我真的有过，就是家里有蟑螂。真的假的？现在需要一只吗？潘若迪变脸了，我是真的有被人家叫去抓蟑螂，气死！是哦，抓蟑螂真的很恐怖。然后打完我就说你可以走，没有我就是请他喝一杯茶这样，对，请他喝一杯茶。嗯 ，OK， 所以说这些所有事情，什么间接接吻的，让你在的，传讯息的，单独看电影，叫佳佳，对男人来讲是非常兴奋的事情。对，你们不要随便去做这些事情，你们觉得没什么，我们是准备好的。